着满庭综合报道，48岁性感女神乌玛·舒曼在主演新作 THECONISON 依旧展现狂野豪放的演技。她在片中与38岁的混血女星 MAGGIEQ 有大胆激情的女床戏。最新剧照里，身材火辣的 MAGGIEQ 身穿黑色性感内衣，趴在乌玛·舒曼身后，而乌玛·舒曼则只用床单包住半裸的身体，还仰手指一脸享受的模样，两人暧昧互动引人遐想。乌玛·舒曼在黑色犯罪喜剧 THECONISON 和提姆·罗斯饰演一对夫妻，为了偿还欠黑道老大巨额贷款，开始计划盗窃珠宝。 MAGGIEQ 则演性感女杀手。乌玛·舒曼表示自己很喜欢扮演狂放毫无顾忌的女人，比当柔弱无助的小绵羊要有趣多了。乌玛·舒曼甲与 MAGGIEQ 上玩大胆激情的女床戏，翻摄自影片乌玛·舒曼下与 MAGGIEQ 上玩大胆激情的女床戏，翻摄自影片